酒神出来散心，来到桃花岛，饮茶用餐，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。玉帝上情，传奇故事《美酒言之五》，李松佩马上开讲。平字以讲古，讲古立地金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咱今仔要讲的是李松佩。中国古典小说里面啊，有一部也记得的名字，叫做《惊回岩》，这是在讲一个海外国家稀奇古怪的代志。跟咱今仔要讲的这个奇松配啊，有淡薄啊三千像。这是两个后生家啊，一个是读书人姓张，生做文墨秀气，一表人才，只是离婚较歹啊。上家夫妻名落孙山，我倒来这厝啊，爸母过身，曾岁定亲的老丈人，又阁是欺贫重富的势利小人啊，看伊落魄，就说回亲，所以上生情丝低落，也不得志。另外一个啊，是最生利的马龙。人生做猥琐缺死，不然你啊比算盘子也搁较少。但是马龙甲上生曾岁是做囡仔伴大汉的，两个关系也好啊。马龙看见上生规日无欢无喜，就招伊出海去做生意，有赚无赚，随四归散散了。上生就跟马龙坐定搭船出海，船行几落日了啊，来啊到一个海岛，四棵围多计是桃树。这阵啊时啊，正拄好是春天时，桃花是开啊，较红红艳艳，也水也好看。上生是读书人，读到多艳名的桃花源记啊。本在就真想去桃花源这种无人甲人、旧心丢角、自然环境无受污染、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，又搁讲文明的理想的宜居之地。伊配叫这个海岛啊，一定也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就叫马龙上岛去问问了，岛了有人，话爱通。问了啊，才知影说这搭就叫做桃花岛。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啊，也有一个桃花岛，是水上乐园。不过哦，给机关了了，无随便托人入去。上生读到桃花源记，但是无看到现代人写的这武侠小说啊，就送信甲马龙去岛了游赏。因两人走到一个三车路口，拄到一顶车队啊，有几十只车，逐只车的内面啊，都坐一个妙龄少女，十八罗汉，十八体，少女一个一体，一个一款啊。头一只车里坐的迄个啊，哇，一身是绫罗绸缎，绣啊五花十色。一身是贵啊，个金当当、水汪汪。啊，唔过可惜哦，声也唔正门，亲像杜哥金因查某啊。乌剑粗，大粒个顶破，嘴翘目吐吐，脚西面水粉糊。这个头壳是越东越西，四界看，一看就知影伊真正好。上生甲马龙啊，前做者想到一句俗语：“阿母真金，正鼻嘴。”两个对看者啊，前笑者啊。车内的吸死之牛啊，看见上生甲马龙在笑啊，想说是咧甲伊三接吻呢，啊大嘴戏塞塞，甲因笑三惨呢，
个也手打接问声 ：“Hello， 帅哥。”酒神干嘛拢两个啊？真错只啊，真唔敢去笑。车一只一只行过去，车里小女啊，一个比一个较水，你英雄心情却一个比一个较差。你最后一个啊，虽然穿的是粗布旧衫，无花无溜，而且也无修饰，无化妆，却是天姿国色，自然美。托酒神跟马龙两个啊，是看较唔甘放。车队行过卡，因两个人真神神倒在后壁吃土粉，一直倒倒倒，倒啊到一座胡爷门口啊，车队才停落来。几十个少女一个刷一个，虚冠如烈。酒神跟马龙向当地人探听。才知影说，这桃花都逐年春天桃花开的时阵啊，适龄的未婚青年男女都得来官府了登记进行考核。先考查某啊，查某是考面试，啊就是看相貌，最水的白头名，最香的白马名。查某考了考大波，大波里是考文才。文章写得好的啊，是白头名；写得歹是白马名。才有官府追逐，男女人数处决进行分配，头名配头名，里名配里名，马名配马名，才举行集体婚礼。当地人说。今仔是看查甫，明仔才看查甫。啊，恁两个人哦，看看是外地人啊。阮知道哦，较开化，无排我。恁若有兴趣啊，也会做来参加考试，无收限制哦。酒声听了，不得欢喜啊。车队无头迄个美女啊，一张白头名。我明仔来去考，凭我的文才。在这个种的小所在啊，也有希望得头名。到时岂不是成就了一段奇怪美好姻缘呐？桃花岛是有真的是一个一点不亮、民风淳朴的社会桃源。不懂人情世故的众生，能有顺利抱得美人归，咱听讲古人。继续讲下去。但云十全九，无论寒暑，四时咸宜。李马龙呢？犀牛唔啊，无解得，阿想要食天涯遐。酒神不去应气，伊阿想要去碰运气者。桃花岛的评分标准啊，未说甲咱厝无相同，嘛未说咧。酒神有真才实学，对目浅浅，一挥离酒，头一个就高更了。李马龙呢，甲笔较惨了，甲字头，一张纸是泪啊，较乌乌多多。考试时间过了啊，更才托人收走。酒神甲马龙，一个是洋洋得意，一个是垂头丧气。就挖倒来客栈嘞，等消息。这阵啊，有一个公车来找酒神，酒神信心十足啊，准备消费要坐这个保险的公车。公车将酒神拖去边头，静静啊讲意思，叫伊出一百两银，保伊得头名。酒神一听见啊，是真生气。无想说，这世外桃源啊，这黑暗啊，真是天开乌黑啊，给三宽乌。就算说，文章好歹，唔是用金钱标准来定的。你倒去讲恁老爷说，要得钱，免想。公车听了啊，真生气，歪头就行。
公车追卡行，马龙后卡就倒出去了。上身是读书人，临时的；马龙是生理人，头壳灵活，会随机应变。幸亏说钱的代志啊，常常在做，啊，石头石路。已经虽说十年云坐这个公车，公车现嘴笑目笑。马龙就搁将一百两银交托公车，请伊去官府嘞疏通。也搁声明啊，事情之后啊，也搁有重修。马龙也搁事先声明说，事情之后另有重下。结果啊，考试公本一出来，马龙居然高中头名。你精神里摆到最后一名，马龙又个退十年文去搭下公车，一只用百里牛文就通带着桃花岛的第一美女啊！这条生意啊，下是一本万利啊！这轮到马龙洋洋得意，精神垂头丧气了。上身走去配到那个杜哥这面查某啊，想不到马龙看了要去啊，准是马龙请的，马龙不去准袂开的啦。上身要走无倒，走要撇无倒撇，土公车啊，你也去参加集体婚礼。暗古哦，当时的集体婚礼啊，新人的头壳啊是刀乌棍的。婚俗甲咱即搭落啊，差不多。马龙是欢欢喜喜，牵新男入洞房。乌白帮真听着马龙哇呀大叫一声，弯走出来。你怎算呢？入洞房入去啊，真久都无声无息。偌久才听着内面新人叫一声：“官人啊！”你唔他恶棍，阮就家己掀开咯。啊！又听见酒声，大叫一声，怎啊是你啊？观众朋友啊，这到底是怎啊？原来啊，这桃花岛官员才换届的，官员是由岛主指定的，唔是岛民选举的。这新任的主考官是吃钱官，吃到马龙的钱，啊，吃到杜哥这名查某仔的钱，啊，就计将的两个摆了头名。你就算唔出钱，第一美女无钱通出啊，就计摆了无名了。结果严道兄配美女，无意中促成了美满姻缘。李马龙呢？阿无吃亏啊！虽然说伊唔愿娶到乞丐某，但是这次丢大袋了百里牛文，得到一大堆的车家财，无吃亏也倒赚，看起来啊，也是两全其美，天作之合啊！歹看配乞丐，烟斗配表弟，米条混搭卡稀奇，万般随缘。变如意，好观众朋友，咱今仔就讲到这位，再见。金台行相貌条溜，文笔一般，为何能一路神通高中状元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传奇公式米条颜值郎条状元。乡音乡韵乡情。